打把野，打把野，舒服一把，兄弟们，舒服一把。完了，这把好像也舒服不起来，这个高渐离。冷静啊，一定要好好打拳，好好打拳。贪生的困兽，逃不出猎手的伏击。嗯。他也打野，不是啊，他边路啊。应该没人过来吧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多走一步，哥，你就这里好好的。我想带过来刮三刀，是吧？趁到那旁边的人就可以刮三刀。看有没有加速，有加速。惩戒留一下，在一技能留一下。一技能 A 上去是有减速的嘛，对吧？双减速，留他。打得这么凶吗？他们，我野都还没刷完就开始打了。他前期比较弱，我觉得你这应该是重焰打边，应该打不过那个钢铁的。我还要需要再去帮他一波。A 一下就到他背后了，然后大刀带回来，是不是？开始撤退。哦，他出的是黄刀啊，他出的黄刀我还不好蹭，就平分经济了。鬼不止，鬼不止，哇，他们没看到吗？完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要需要我安静拯救世界了，好吧？我已经感觉到我身上的重担了，这把把这么难吗？偷了个主宰，怎么打不撞他呀？杀不了。还是帮下路好一点，怕这个凯蒂在里面。请求集合。果然，两三个人在里面。先把中路吃了。哎呦，这两级反转啊，这3300的经济好像也还行，还得刷，还得刷。难得搞啊。
靠底了，兄弟。哦，可以啊，红 buff 胖死的。打不打得过？算了，我这个血量我就别去了，免得他一手一技能直接把我刮死了。喝水去了。又尴尬起来了，兄弟。沉着冷静，我要带领队友走向胜利。先做反战甲。没砍到他，真的。下路真的难得打，这个虽然中路也伤害高，但他真的打不过但带护盾的，你知道吧？带护盾的太好扛这个他的一套爆发了。发起进攻，直接推塔，推塔。打不过呀，那边开大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跑都跑不掉啊！纯金仓穷了，他主要是对面这个好像倒不是特别怕我能进去刮的，都能站在那里跟我打的。这个鬼谷子我跟他打的，他那个叫什么，搞个纯金搞个那个一技能捡到我双抗，反正对面都不怕我刮，就没人怕我贴脸，都能开大刀搞我。感觉这把又要凉了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制止逃跑。哇，我这一波真的帅，兄弟们。就是 A 一下，然后一三技能进，很细，好吧。就 A 一下，然后一三技能贴到别人那里，太快了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那某个男人会比我更快一点，好吧。别打呀！怎么我队友突然就自信起来了呢？不在不在，刮一下那个没背的。先去，哎，这波好像有点
落单试试，这没必要丢大招，留个大招看等下是不是还要打。等他大招完了我们再弄，哎呦，这和马可过来吃伤害了呀，好像也还行，我们这边感觉应该是不补名刀了，直接那个直接把破军给背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这一波钟无艳做的挺好的呀，他把那个主宰给偷了，他不偷这个主宰还挺难办的，我们在那边拉扯了很久，他把主宰给拿了，好事儿。有个大招，哇，凯爹第一波，哇，这几个大招，哇哇哇，这几个大招，哇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，兄弟。我服了。主宰应该没了，从不扫。我大哥，哇！大招丢不出来，又被控死了。现在肉凯尔，就他们那个高渐离跟那个凯，还有这个狂铁，我在他们脸上刮，风险系数很高的，兄弟们。开始撤退，好吧。完了，又要开大招叫了。打不动呀，这可真难，哎呦兄弟，哈哈，你转啊，怎么转一半转脱节了呀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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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在吗？闪电出击！接受！这是刀锋！上路，下路。哎，我不在，我不在，我不在。撤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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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一下。好难打呀。哇，这每一波都挺让我挺慌的，说实话。
我都得等那个凯大招没有了，然后那个高渐离大没有了，我才能上呢。赶紧把下路塔给拔了。冷静啊，找一下人位置。又蒸发了，刮不完呐，哥。应该换佛甲的，我的，把鞋子卖了，佛甲名刀换一换。偷懒。这武则天直接被闪现冲脸，就是一套死。这高渐离不敢看他。冷静，兄弟们，还有机会，等待翻盘。又来了，完了，这一次几个人大都还没开啊，这一波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这几个大都没开，回防高地，开始撤退，完蛋。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再守一波，再守一波。阿鬼开了个大招，好吧，阿鬼开了个大招，那个把我弄到了。等我一波，等我一波。等我一波。都溜了。还好，高地没破，还有机会，兄弟。这龙应该是我们的吧？谨慎，发起进攻，收到。啊！给我转起来！好。哎，什么？我刚才卖复活甲干嘛？不对呀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应该很懂我的呀。你这样发出一波问号，什么意思？啊！你刚才那个问号什么意思啊？我这都需要我们解释吗？我刚才走到那里，我肯定必死呀！我把副驾卖了，免得浪费呀！你居然抠出问号了，
哇，曾经的我们最起码意念合一，这你都看不懂了吧？需要我张嘴？感情淡，兄弟们，好了。